这个你把中国变成第三人称，等于是你这些都抛弃掉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些良好的精神你都抛弃掉了，那我就觉得你不是个好人了，对不对？你把中国当成第三人称，我就觉得你不是个好人了。哦，这里面都是高中的，里面都是高中的。魏征啊，建太宗实思术，对不对？魏征给唐太宗的一些谏言嘛。你这些东西是中国啊。毛泽东那时候在看的是什么？他看的是《资治通鉴》嘛。他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就一直在翻《资治通鉴》。这个你从哪里可以知道？你去看那个。我毛泽东看《资治通鉴》，这是我看这是我从哪里见到的？妈，哎，这好像是常识吧？《资治通鉴》是什么？《资治通鉴》就是中国全部历史的他们的一些行政啊。你看，建唐太宗的实思术，对吧？还有什么孔夫子的那个颜回那些一箪食一瓢饮的。这些就是中国啊！你会想到这些的，就是中国啊！哎，突然你知道中国是第三人称了，哎，我就觉得你不是个好人啊！这是我稍早前啦，跟这个你某些人呐，中国变成别的国家，好像是的这个冲击的一个原因哈。因为我对中国的定义啊，就是这些思想，对吧？就是国文课本这些思想，对吧？唐太宗啊，魏征啊，张良啊，等等等啊。苏轼啊，你不喜欢这些，我就不就就没有东西了嘛，就没有东西了。这些东西，何况这些东西是什么？